要喝，我还要喝两杯。慢点，慢点。再两杯。哎呦，小心。嗯。嗯。请您系好安全带，车内温度合适吗？嗯，合适，走吧。你呀、啊，还是安静一点比较可爱。对呀、啊，要啊不，你的鸡胸脯，很补的鸡胸脯，补你个大头鬼啊！来睡。我说，要不你今天晚上不走了吧？当然要走。怎么走啊？那现在正是推进你们感情的重要时刻，你该出手是不出手，你怎么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？停止你那些龌龊的想法，我可是正人君子。得嘞，那您呀，慢慢正人君子，我去叫保姆给他收拾收拾。我就不信，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你还能控制得住你自己？文君，把袁思雅的资料给我调出来。好，那位老板。哎算了，我是正人君子。